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 Vivo 如何调整角度。首先，我们把橘色旋转盘跟黑色的底座呢往回推，往回推的同时，你也是调整一下你要的正确位置。之后互相对手锁紧，直到换按的时候呢，它是拍前面跟后面的视角。那我们把我们 GoPro 装上去，装上我们的 GoPro 呢，我们可以按我们的橘色按钮，是这个键按钮键，可以做成一个翻转的效果。那它是180度做翻转，除了拍这样子前后之外呢，我们可以拍成左右的视角也是可以的，没有局限住在你要前后。然后一样的方式，我们一样把我们的橘色旋转盘、黑色的底座呢，把它往回推，然后一样的调整我们要的适当位置。来看看左右两侧。OK， 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留言给我们。那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